主席，我们部长、各位部会首长、各位委员、同仁、媒体的朋友，那么可不可以先请部长李部长答询好吗？谢谢。李部长的。哎，丁委员好。李部长你好，李部长，我首先要声明呢，我是全力的支持谢谢谢这个特种货物及劳务税的这个条例草案。谢谢。事实上，本席在年初的时候啊，就已经曾经提出来啊，说像这种高房价还有财是富分是配不均呢，是最大的这个民怨呢。对。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我们年底的这个选举啊，不管是总统选举也好，立委选举也好，明年啊解或决今是年，嘿是。哎，都会赔偿进去啊。就是我们在基层跑的时候，不要讲说是一般民众了，连立法委员恐怕都不一定买得起这个房子啊，这种情形呢、啊。而且啊，看到现在的这种坪数的这个设定呢、啊，现在坪数的设定呢、啊，大坪数，假坪数太多了，这个。现在的八九十平跟以前的五六十平一样，公社的部分哎，这个恐怕都要是是那个内政部有在处理，是恐怕都要去检讨，好不好？是。我在这边想请教您的一点呢、啊，就是、啊、在这个有关于所谓的特种货物跟劳务的部分，你们的界定的有关于特种货物的部分呢、啊，是，当然你们定义的很多哈、啊，可是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许多有钱人事实上啊，炒古董、炒股字画的这个也很多，是是，啊，那这个你怎么不把它列进去？是，这种也都是获取暴利的这种情况，古董、古字画的这种。对，我可以想把这这个个部分列进在我们现行的营业税或者所得税里都有做这些物品的处理了哈、哦。那这个牵涉整个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观光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呢、哦，就我们的了解，一般的国家也没有把它完全摆进去，所以这个考量在这个部分就没有把它摆进去。然后再来说讲文化产业的发展，如果说是现代的画家，那没话讲，对不对？是那鼓励现代化，对，可是已经是古董古字画。对，它整个是文化创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个相必要的一个产品嘛，哈、哦，它所以是说你建这个暂时对。没把这个放进去，是，那在这边我也想请教一点啊，像房地产的这个价格哈、啊，是，可不可以完全的透明化、核实的课税的？是，基本上讲起来，以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均地权所讲的这个涨价归公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地三价？哦，一般讲的市价。第二个就是公告的限值是作为征收补偿的一个依据，或者是合客土增税的一个依据，这第二个价。第三个价是公告地价，公告地价是政府科税、科地价税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政府是科地价税从低，征收补偿的费用从高，但是这个差距跟市价有一定的差距。那目前来讲，全国的公告限值大概是市价的80%左右。哦，那这个公告限值也随着地方政府每一年可以做必要的调整，让它尽量接近市价。哦，这是为什么有一地三价第一点。那委员刚才指出说，为什么不按市价呢？当然我们也希望用市价，但是实物的处理上会很麻烦，因为每一家去查市价，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查。第二个，每个这个市价的定义也不但完全一样，所以为什么政府定义一个公告限值作为各种合客征收补偿的依据的话，让整个交易秩序啊更便捷，这是我们定义第三价的原因。我们去查一些美国的这个 real estate 这些网站、啊、是，他们这个价格啊。那么我们也问过相关的这些人呢、啊，他们的价格都是透明公开，完全在上。是，我这点特别，我也特别去查过了。美国他在讲公开透明，他的公告限值，他的政府所核课的税的价值跟市价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差距大小的问题。没有，我昨天还特别问过。按照你买卖的比例啊，是，还是按照你实价交易的比例、啊。所以我们现在大概80%左右嘛，80%左右。那这个每个地方政府可以适当的调整。刚才特别提到美国，说我的了解，市价跟他政府核课房屋税、地价税还是有点差距。他为什么政府要定这个价格呢？他比较方便核课嘛，哦，不然每一笔去查市价，但是市价也有公告，他在那网站上都有。那会增加你们的这个税征稽征的困难是吧？这基本上双方的认定、征纳的争议都会出问题。OK， 好，哎是，好，谢谢部长谢谢哈。我想请教一下内政部的长官是哪一位？内政部地震司司长嘞。哦，地震司司长是 OK， 好，谢谢。我到这边倒是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马总统已经宣布了很明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立场哈。那么当然有关于这个房价的这个希望能够大家能够住的哈，有公益的话啊，那怎么样提高更多的供给面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在这边内政部我们倒是讲啊，像这个里面有这个提高供给面的部分啊，加速都更跟放宽都更的条件呢、啊，这个恐怕内政部要主动积极去协调啊。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我们政府啊有公权力，可是不介入。按照我们都市更新条例啊，事实上达到一定的这个土地区分所有权人的这个额度的话，他就可以
就进行都更的，可是往往就被我在总咨询的时候也提出来啊，往往就被少数的几户啊绑架，就不能够都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台湾现在多半的很多是四五楼层的这个房子啊，四五楼层的房子它的耐震系数啊恐怕都在五以下啊，可能更糟。那如果碰到将来地震的话，将来这个他们的住宅安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觉得，是不是内政部在这一方面呢、啊，也能够放宽都更的这个条件，同时啊，去要求地方政府啊，能够加多他的人手，加多他的人手审核，不要每一次一个月才审一次嘛，结果都搞了七八年，而且政府公权力该介入的时候啊，是不是公权力就介入？那这样的话，都更就能够快速一点，他就能够有更多的这个释放出来啊，对不对？大家的需求就可以满足啊，是不是？在这方面，请内政部的这个司长，您是不是也可以反映这意见？好，谢谢委员对于内政部对都更的关心。不过跟委员报告，都更是营建署在做主政啊。我是地政司长，不过我所了解的，部里面对都更啊，真的是非常积极在推动。我想委员这个意见呢、啊，也会带回给营建署呢、啊，照这个方向去积极努力去推动。好不好？也请你们反映回去，好不好？我在总咨询的时候，事实上跟内政部长咨询的时候，也都提出来，增加供给面呢、哦、是很重要的。总之，我们全力的支持，能够尽快通过，谢谢。好，谢谢丁委员。